年终奖啊！不要睡了，年终奖啊，别睡了。年终奖，发年终奖了，发年终奖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换大音响。我来看一下啊，我们今年的年终奖到底花落谁家啊？要不，哎爹，哎，你咋开会呢？啊，今年回家过年。开会呢，开会呢，开会呢，那手机调静音。又是谁手机？谁手机？老板在你裤兜里。哎，爹爹，嗯，哦，好了，过年回家。找死你了，爸爸！那么今年年终奖获得者就是？去年你也没发呀。你去年表现什么个逼样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么今年的年终奖，前年你也没发呀，能不能不插嘴？那么今年的，那大前年，今年的年终奖和去年的有点不同，只要让我在今年的最后一天过得开心，年终奖就归谁了？不会吧！给老板送礼物，辛勤的小马正在批写文件，小黄过来送礼物了。你颁的奖，最佳老板。用心了，用心了，你有未来。谢谢老板。嗯，今年年终奖的非你莫属了。哎呀，来干啥呀？都来送礼物啊？看看我这个，这大呀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看你辛苦一年了，一点点心意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这心意不足吗？最佳老板，水杯拿回家，水杯。今年这个年终奖，我觉得非您莫属。哎，不是冲着来的。我这个更有心意，好。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是，来来，让道啊。哎，摆屋里去吧。道。这一天夜晚，小朝院长安心地入睡了，而他的两个员工该怎样才能取得小朝院长的开心呢？看朝鼻流子睡得多开心啊。大烤肠，大烤肠好吃，大烤肠。你看网哥睡这么香，是不是这两天也是被累坏了？有可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对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台词可能看错了，台词看错了，看串行了。哎呀，我应该在里面睡觉，这穿帮了啊！说再来一条。帮老板解忧。哎呀，你说马哥睡那么香，是不是这两天简直被累坏了？确实，他妈累不是个办法呀！把片删了不就完了吗？删老板片子。然后两个可爱的员工们就闯入了老板的屋子，他们要删掉老板辛苦剪完的片子。那就这个怎么样？再行再行再行再删那个，就这个就这个就这行行行。哎，保存一下，这就永远回不来了。快乐的海皇和小羊以为删掉了马哥剪的片子，马哥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剪片了。他们觉得自己好聪明呀。小衣服一定要挂得整整齐齐，这红色的帽子就像我红色的内心一样。红色的帽子一定要挂在正中心啊。红色的颜色和我今天的心情很搭配。衣服挂得整整齐齐。我片呢？你都给我片删了，你这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不为了让你休息吗？赶紧睡觉去啊。还剪片呢？睡不睡了？当畜生了！在大家的不懈努力，终于让小马多睡了一会儿。就怕你猝死啊！
真是一直为老板着想。睡吧，睡吧，晚安啊。老板死了。帮老板做家务。今天小马就在辛勤地扫着工作室的地。马哥是不是在扫地呢？啊？要不过去帮吗？马哥，我来吧。别跟我抢活啊！真的，我来。孩儿啊，这个工作室地，我没有感情了。一扫就扫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是喜欢扫地，我才有感情。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碰的，知道吗？你的好心哥收下了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啊，马哥，快乐的扫地，我这有的是快乐的扫地呀。啊，马哥有的是，有的是快乐的扫地，快乐的扫地，快乐的扫地。就头一次这么讨厌这两个人。对，不想录。对，年终奖也不想要。对，小马就坐在了阳台上吃起了大烤肠，他又冷又开心极了，因为大烤肠是他最喜欢的食物。马哥因为啥事抽的烟？这玩意儿怕冻死，我得给你整进来，要不然他怎么冻死呢？你别拽我！我进车，你干什么来着？就是你跟我来的。不要想，马哥为什么在外面？马哥这是怕冷吗？马哥这是喜欢冷啊！你现在你去给马哥叫唤，你违背了他的意愿，他不开心啊。马哥，凉快凉快，凉快不？凉快不？妈，天热了都，凉不凉快？凉不？说话呀，好像硬了，年终奖没了。